皆さん、こんにちは、キョウコです。はい、又嚟到一个礼拜嘅开始啦。话咁快又去到呢一个九月啦，今年咧好似唔知做咗啲咩咁样。咁啊，呢个 M1 咧亦都唔经唔觉咧就温到第百几个文型啦。咁咧，但系后边咧我睇过下都仲有好多嘅，同埋另外咧我喺呢一个网上边咧再学咗啲书入边冇嘅文型咧，咁嗰度可能都会分享俾大家嘅。咁我哋再一齐努力多一段时间啦。咁咧今日咧要讲嘅文型咧就系呢一个。ni kakade iru， 咁咧同上个礼拜最后学嗰个 ni kakada la 咧系有啲似嘅，我觉得，但系又个意思完全唔一样喎。咁我哋睇翻今日呢一个啦 ，ni kakade iru， 前面系跟名词啦，或者系文嘅普通型啦，加卡。呢卡卡爹伊路，咁咧就系呢个师弟嘅意思。咁咧大家应该好熟呢一个师弟，就系呢一个因为啊嘛，取决于咁样嘅意思啊，表示咧前后两项嘅关系，后边咧会发生啲咩嘅结果咧，就全根据前面嗰样嘅条件啦。咁啊，取决于乜乜咁样嘅意思嘅。譬如睇下呢度嘅例句啦，今度のプラチックとか成功するかどうか。チームの結束力にかかっている。呢次嘅項目咧，可唔可以成功咧，係取決於團隊嘅凝聚力嘅。咁呢個卡卡咧，我成日都會記佢啊，卡卡爹嘅話咧係掛住咁樣啦。咁 ilu 係 ing form 啦，咁樣咁所以就有少少掛鈎咁樣嘅感覺。咁我去咁樣記呢一個咧，就係佢嘅解釋就係取決於啦，同前面呢件事掛鈎啦。咁或者你想再簡單啲記咧，就用呢個 sidai 去記呢一個 ni kaka de ilu 就可以啦。然后咧，第二个文型咧就系呢卡基达库多的话呢，前面好简单跟呢个名词啦，咁大家就咁睇汉字都好容易理解啦，就系不限咁样嘅意思啦，唔系乜乜所独有嘅问题嚟嘅，不限于佢乜乜咁样嘅意思。譬如呢度嘅例子啦，これはグラス全員の問題なので、何も彼女にかけたことではない。呢个咧全班同学都有嘅问题嚟嘅，并唔系佢一个人嘅问题嚟噶，就不限于呢一个女仔嘅问题，而系前面呢一个咧就系呢个 class 嘅全员嘅问题嚟嘅。系咁，以上咧就我哋今日要温嘅文型啦，希望嘅温就有帮助到大家啦。等大家喺呢个 YouTube 咧听到呢个广东话会亲切啲啦。咁另外咧喺九月份开始咧，我会挑战咧每个礼拜五咧上住呢个 podcast 嘅。咁喺呢一个节目入边咧就会分享一啲日本嘅文化啦，或者可能一啲我中意嘅故事啦，或者可能就咁倾下偈啦。咁啊，大家有兴趣嘅话咧就记得每个礼拜五去收听啦。咁啊会喺 YouTube 上传啦，或者喺各大平台都会嚟紧上传嘅。咁如果咧你知道今日嘅影片记得帮我赞好、订阅同埋分享出去啦。如果你想温单字嘅话咧，就去我嘅 IG 啦。咁如果想睇日本嘅资讯，就 follow 我嘅 Facebook 啦。咁我哋今日嚟到呢度啫，就冇得咧，拜拜。